想看雅雅小姐比基尼照片的没有？想看全部打响来，来刷哈哈刷十秒不要停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来。我们从不认识，也没有合作过，也希望连先生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伤害一个女孩子，因为，大家并不是不知道，是谁。那也希望你可以为你的行为道歉，因为大家不是不知道，你拿的是我的照片。雅雅小姐比基尼照片的朋友想看全部打响来，刷哈哈刷十秒标题，分享十次来，要公布的哦。我们蓝瓶之花雅雅小姐很出喜都没扣出来，现在准备公布雅雅小姐的照片呢，比基尼照片想看打响来，好了，要公布的哦，想看打响哦，想看雅雅小姐比基尼照片的没有？想看全部打响来，来刷哈哈刷十秒不要停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维安。相信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新闻报道上面，连先生、连千一先生拿了我的照片欺骗，观众要消费就可以得到我的 LINE。 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并没有在连先生那边担任任何的小编工作或者是助理的工作，大家同样都是在网络上工作的，希望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就是彼此，我们从不认识也没有合作过，也希望连先生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伤害一个女孩子，因为，大家并不是不知道，是谁。那也希望你可以为你的行为道歉，因为大家不是不知道，你拿的是我的照片。